这是一个位于布古莱区域的一个两室一厅高级公寓套间。一进门是客厅部分，客厅面积相当的大，有一个落地窗，落地窗外是一个阳台。现在客厅住着人。进门右侧是厨房，厨房配有了微波炉、油烟机、煤气炉灶、烤箱、洗碗机和电冰箱。这是进门的位置。客厅右侧是第一个房间，有一扇大窗户，面积相当不错，配有了一个0.5的卫生间。还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衣橱部分。返回客厅进门处左侧，这里有个非常大的储物间。这边是一个 full bathroom。最后这里是第二个房间，同样有一个非常大的窗户。一边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衣橱部分。